黎明是天快亮的时候，从零时起到天亮前的一段时间，约四点到六点。这时，日出之前的太阳已在地平线下六度以上的时段，物体已经能够被视觉辨识，而且户外活动也可以开始进行的时段。清晨是五点到八点之间，台湾一月到十二月，从早上五点零三分到六点三十九分是清晨日出时间，而早上五点半都是在这时段内。在观念上，肉眼能看到的最暗星是星等是六等，要等到太阳在地平线下十八度以后才能看见。而在凌晨，当太阳在地平线下十八度以内时，就会消失不见。但是，因为光污染的缘故，在有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可能连四等星都没有机会看见，在任何时间，就不用提数目光了。早上太阳在六度的时候，天空已经亮了，因此这个时间就在日出之前的黎明。此时日行性的动物已经开始苏醒，而且蠢蠢欲动，也就是四点到六点的时刻。此时刻在中国古代称之为三阳开泰，是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是阳气正壮的时刻，因此五点半练功是天地阴阳交界之处，地热而上空凉爽，我们身体就是依此而设。下丹田的位置要热，头部要凉爽，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修炼炉火最佳的时刻。在《易经》六十四卦中，有太卦及大壮，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太卦一月见寅，指的是三点到五点，阴阳通太调和，新春时门帘常有人写三阳开太，典故就是由此而来。意指下卦三阳归来而成泰，卦辞说小往大来，小往指三阴爻在外，大来指三阳爻在内。彖曰，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因泰卦地气原本在下，今由下而往上，而天气原本在上，经由上而往下，因此天气与地气相交流。彖又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因太卦就卦气来说，是阳长阴消之卦，这个时辰为天地最祥瑞的时辰。下卦为三阳，此时地热；上卦为三阴，天空为冷。我们身体下半部要热，头部要冷，所以完全符合我们身体的设计，所以为太卦。大壮，二月见卯，指五点到七点，阳爻大壮，雷动于天上。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一动故壮。大指阳，小指阴，
大者壮指的是阳气壮盛，刚以动的刚指的是下三爻所成的乾卦之德性，动则为上震卦，这是时辰为太阳升起前的黎明，即刚刚升起之时，此时阳气已经开展。这个时辰对于身体阴湿及风寒者有非常大的帮助。人为阳寿，阳气尽，人的神势就衰，阳寿则将尽。因此要能延年益寿，必须要在这个时辰借此吸取阳气。我们身体的七个轮脉由下往上为红、橙、黄、绿、蓝、靛、紫，太阳光透过光谱仪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上述的颜色。以现代医学而言，七个轮脉是我们神经系统汇合之处，掌管由头部到会阴的位置和人体身心灵。这七个轮脉分别分泌人体身心灵所需要的荷尔蒙系统。人依天地而生，太阳光对于我们的身心灵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太阳光在黎明到七点多这段时间最柔和，这时候的阳光对于人体帮助最大，没有有害射线。阳光是所有生物包括人类能在地球生存与生长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所有我们摄取的营养物质、矿物质与维生素都具有它们本身独特的能量吸收光谱。1930年代因为发现维生素 C 而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的 Albert Sandler 教授就曾表示，我们人类所有的能量都源自太阳的光线，因为阳光供应植物生长所需的所有能量，植物经由这些能量合成了生存及生长必需的营养物质，同时将来自太阳的能量储存下来，植物再被动物及人类摄食，因而供应了人类生存及生长的能量所需。自然阳光具有红、橙、黄、绿、蓝、靛、紫均衡且完整波长和能量，可以穿透人体皮肤，进入人体内与各种化学物质、矿物质发生互动及反应，协助体内各项必需营养物质的合成，以及各种不同类型废物的分解与排出体外。因此，阳光不仅对于植物生长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同样的对于人类的健康也具有相当的决定性。现代科学的研究结果证明，自然的阳光会增加人体对氧气的吸收，降低心跳的速度，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甚至改善肌肉的能量。同时全光谱的光源也具有杀菌的功能。1980年，科学家 McDonough 博士在一项研究中证明，自然阳光或全光谱的人工光线可以治疗黄疸病，因为
这些光线中的特定波长可以将血液中的胆红素转变为无害的物质。晒太阳可以促进钙质吸收，那是因为人体对于钙质的吸收主要靠维生素 D， 人体必须经由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到皮肤后合成维生素 D3， 在于小肠中结合钙的吸收。如果人体缺乏维生素 D， 钙的吸收率就会被影响，即使食入再多的钙质也无法帮助骨骼成长。1979年，德国的 Horwich 教授发表了一篇有关于光线对人体影响的经典论文。 Horwich 教授证明自然光线对人体生理及心理产生的刺激及调节作用是经由眼睛所引起的。他以科学的方法证明，若人体无法接受光线的刺激，或者暂时受到干扰时，都能对人体生理及心理上造成不良影响。这是因为所有生物的生理周期都是透过荷尔蒙控管，而且与阳光有直接关系。当光线进入我们的视网膜后，透过神经传导会影响大脑里松果体的荷尔蒙分泌。当光线充足时，像是白天，大脑会分泌血清素，让人的活力充沛，心情开朗。但是到了夜晚，进入眼睛的光线减弱以后，血清素转变成褪黑激素，会让人沉静，而更容易进入睡眠。